切好的茄子放久了容易发黑，窍门大王许阿姨有没有巧防茄子变黑的方法呢？我告诉您一小方法，很容易的就能把这问题给解决掉。许阿姨把她自制的水倒在切好片的茄子中，浸泡一段时间后将水倒掉，您就再也不用担心茄子变黑的问题了。许阿姨到底用什么水来泡茄子的呢？原来就是拿醋和清水兑成的醋水了，您猜对了吗？名厨教做家常菜，窍门一点就明白。现在啊，进入冬季啊，我们给焦明耀焦大师出了一个难题，就说让他准备一些啊，面对三高人群的养生滋补菜。哎，昨天焦老师说了，哎，他买了一些红果，现在红果正好这个很好买啊，而且正吃新鲜啊。这个红果入菜，您可能不知道。今天焦老师教大家红果青瓜肉丁儿。焦明耀大师以养生菜见长，他针对冬季三高人群的饮食特点，专门打造了一款红果青瓜肉丁。赶快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这红果啊，这个一般就说什么蘸糖葫芦啊，对，什么做这个红果羹啊，但是红果入菜，我也是没尝试过。实际上我们在以前的做的过程中得经常放。比如说牛肉加个红果，对，就是容易软烂。但是它不以这个主料或者辅料的形式出现。那今天咱们就把红果放在主料的位置，哎，再介绍一下。好，来这边。好，原料就是红果，红果啊，硬地红果。哎，这是一个通体，通体肉，猪肉的通体。底筋，哎，黄瓜又叫青瓜，青瓜。这边呢都很简单了。对，胡椒粉，胡椒粉，海淀粉，对，香油、料酒、味精、糖、盐，就这么多。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通底呢，给它改一下刀。好，首先呢，这个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通底的选择哈。第一呢，首先选择这个质地呢，你看比较结实啊，按起来有弹性的，很有弹性的哈。颜色也比较鲜艳。第二呢，就是对颜色。对，也不能太暗。哎，对，而且呢，您放在板子上之后呢，没有只有水印而没有水迹。而且像这个今天咱用的这个瘦肉啊，对，青瓜和红果呢，它这个确实对这个软化血管啊，对，都是有作用的。对，我们先把这个肉呢改一下刀。冬季啊，我们知道是心血管这个病人这个比较容易发病的。对，因为冬季呢，大家都讲滋补，吃的东西呢比较这个大鱼大肉比较多，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秋收冬藏是，所以特别是这换季哈，换季季节，特别是老年人，对，心血管疾病就是犯病的比较多，对，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呢要调节啊，一定要适当的注意，在滋补的同时呢，一定要强调这种低油、低盐、低脂，对，切的那花刀，对，有点像切肉块的意思，不是，不切透的，这是多十字花刀，就是。就是斜的对角线，对角线，这样呢便于入味，别切透，也便于它成熟。转过来再大对角，哎，对，一般的就是我们切这个鸡啊、肉啊，都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叫计花刀。啊，计花刀。虽然是肉丁，但是我们选择的是呢通脊，这样它呢，你看从表面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瘦肉很多，没有肥肉。然后改成丁，哎，改成丁，用盐、料酒稍微腌一下入味，去去肉筋，对，底味，胡椒粉加一点，来一点啊，加点盐，然后呢拌匀。红果呢，我们去掉两头的这个啊蒂，哎，这个哎，这个还有这核果核，哎。红果可以降血脂、助消化，经常吃红果对心血管疾病是很有好处的，非常适合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人食用。还有一种吃法呢，据说是对这个降血脂非常有好处，就是把红果直接熬成水，每天晚餐之后喝一杯浓浓的红果，然后呢就不再进食了，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对对对，您平常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放里边一两个红果。 对， 对，干的那个山楂片也可以，对啊，要保持心脏好，维生素是不能少。是是是，所以冬天呢，有的人不愿意吃蔬菜，对，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黄瓜呢？破刀，那破刀切成小丁儿。做这个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黄瓜的芯儿呢去掉，去瓤。去瓤你可以作为其他的拌菜用哈。对对对对。但是炒的时候呢，
因为它含的水量比较大，出水太多。哎，您回家去拌个海蜇，嗯，啊，拌个这个白菜心儿，对，或者打成汁，对，当饮料喝也行。嗯，好，两种辅料，葱呢要切比原料小一点的丁。您看我放多少油？您看，和平时炒菜差不多。对，一般的呢，炒菜的时候呢，人习惯于肉丁呢过一下油。对，今天呢，我们采取直接煸炒的方法。哦，这种方法呢也叫握油炒。握油炒，哎，对，握油炒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省油，嗯，比较适合于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吃。哎，同时呢，我们要兑一个碗汁儿。兑碗汁儿。哎，那么碗汁儿呢，就是我们用一点高汤，哎，清鸡汤，还是说要讲用子鸡煮成的这种低脂的。对，低油的汤，嗯，哎，加盐，好，料酒，料酒，胡椒粉，OK，搁一点味精，搁一点糖，不要吃出甜来，主要是为了提鲜去腥，加上来，然后加一些水淀粉，少量的水淀粉。如果您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就加点木糖醇，这个呢，然后放一点姜，放一点葱，放少许蒜。这个葱姜蒜呢，就是两次使用。嗯，好，我们把这个肉丁呢直接下入锅中，嗯，煸炒。对，你看这变色了啊！哎，当它快变色的时候呢，嗯，我们下入葱姜蒜。真是，嗯，哎，这个时候你看肉丁呢基本上全成熟了。对，我们呢加入红果。红果。新鲜的红果就要在这个时间加入了，这可是这道降三高的健康菜最重要的一道原料啊。有些原料呢需要出水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这里边红果呢本身它就是一个酸，它是微甜，没有异味。对，我们洗干净了直接放就可以，然后加入黄瓜。哦，哎，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原料都成熟了。好了，我们先把带有葱姜的这个所谓的碗汁直接冲入锅中。哎，来，我们不要动它啊，你看这时候很亮。对，让它逐渐的进化。哎，对，一翻炒，好，这么好，这个菜就炒好了。起锅，来走。您看这个菜呢，它呢可以非常适合于不太会做菜的人。对，它可以事先呢在碗里边呢把它的咸淡味炒好了。哎，非常简单。而且呢，您看呢，用淀粉，用它的盐，包括用油脂，您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对，因为它整个这个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损耗。对，咱这样从头说。里脊呢，为了让它入味呢，要先打花刀后上浆。嗯，红果呢要切开四瓣后去核。嗯，而且呢不用过油过水。嗯，黄瓜要去芯儿。嗯，然后最后呢要兑一个碗汁。备好，备好了，直接烹炒。嗯，烹炒。多吃点蔬菜，哎，膳食平衡。像吃肉加了加点红果，红果对这个消这个肉的堆积啊，对，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清燥处。嗯啊，对，好，那么明天。老时间，老朋友，老地方，还是那句老话，不见不散，再见，再见。您知道葱油酥饼香葱脆，层层分明的秘密在哪里吗？您知道好吃的葱油饼如何变换出更丰富的口味吗？明天擅长面点的王强师傅将用几个简单的小窍门为您揭示京华葱油饼独特的制作手法，千万不要错过。